大家好，我是 General Cast 将军。哎，将军这两天发了一点急性的咽喉炎啊，嗓子非常非常的哑。但是，就算嗓子再哑，我们白嫖也不能停下来，好吧？夏季活动的这个小车，哎，这个特三式内火艇，我嫖到了，嫖到了，好吧？大家可以看到，多么美妙的一艘小船啊！这艘小船我们是可以把它拆掉的啊。在改装件里面，我们把这个浮筒，哎，卸载，就变成了一辆非常非常丑陋的方形小车，好吧？好像是一是什么什么车吧，我也不太清楚啊，这个我没有仔细了解过，我只是给你们看一下，它是可以换装的，但是换装完呢，它的这个极速什么都是没有变化的，唯一有变化就是当它装上浮筒的时候，它可以下水而已。那么我今天想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吧，由于实在是太哑，所以我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小挑战好了。我要用它拿绳拿沙绳，同时我要在水里面拿绳拿沙绳，好吧？我要用海战的形式拿下陆战的绳拿沙绳，听起来就很不得了。看看它的改装件，它只有一种弹药啊，一种弹药，77毫米穿身的。一个47毫米的一个小炮，然后呢，我装上浮筒之后呢，我就没有办法用我的小机枪了。但是如果拆掉浮筒呢，我是可以使用我的机枪的。我的机枪我又忘记在哪里了，好像是在侧面吧？哦，在前面，机枪是在前面的。拆掉浮筒，这边的机枪是可以用的啊，但是装上浮筒，机枪就不能用了。好吧，整辆车有整整七个成员，非常非常的多啊。这边两个，这边两个，炮塔里面有三个，然后它的浮筒模块其实是完全是空的啊，所以说只露个侧面小头的话，人家打进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，好吧？那我们就开始吧，好吧？去做这个艰难的水上绳拿沙绳小挑战，我们走。哎，好的。运气不错啊，进来第一把就到了有水的这个东欧，而且是大东欧，应该是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下水的吧。反正它不带浮筒，我觉得是辆没什么特色的小车，但是带上浮筒就有一定的小可玩性，好吧？我们尽快先冲到水边，哎，随时随地准备下水。我觉得这张图玩的话，肯定你下水就在 B 附近守着，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啊。毕竟 B 这个点大家总要来冲的嘛。哇，看看这艘小船啊！你们再也不能说将军从来不玩海战了吧？我也是在这个游戏里面玩过船的男人了。我这艘船比 T51还高，T54还高。哇，这艘船真的很不错，你看这七个成员。再也没有人可以说将军不玩海战，我玩船了，好吧？你们要了解清楚。但是我这极速只有35，想安全的冲过去也有点难度啊，说老实话，还挺难的。毕竟我这个也是8.0以上的分房了，应该是8.0左右，因为我带了一架秋水，给我拉到8.0了。希望没有人搞我吧。哎呦，好像有人要打我，还有导弹要来打我。哦呦，哦，我看到那人朝我开炮了，准头有点不行，这个朋友，其他的还好。继续走。应该安全了吧？我马上到水边了，应该安全了。一会儿看看吧，我可能会快进一会儿，毕竟我先下水，先下水看看下水的样子，以后再决定要不要快进。不过这个视频我的目标就是拿个绳拿沙绳，在水里面拿一个，所以我估计最多只能杀一个了，好吧？朋友们，你们如果想让我杀多，那请你们不要抱太大的期望。这辆车它的潜力也没有很强，
47毫米的这个装药弹毁伤能力很差的，很差的，而且穿身也不高高，只有77，就还好这次跟毛子在一边啊，跟毛子在两边的话，我估计就比较困难了，因为毛子中坦的侧面我是打不穿的，但现在对面是爆衣的话，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啊。我准备下水了，过了这座桥下水吧。我不知道下了水以后我这个水面是有多少部分在水面以上，如果是很大一部分的话还蛮容易被发现的，我觉得。不过这车有稳定器哦，就是说虽然速度不快，但是以行进间开炮下水下水了，下水下水下下下，哇哇，这就是一艘船啊，这就是一艘船啊，请叫我将军号驱逐舰，好吧。哇，在水上开好稳，主要有稳定器，好爽，速度也还行。说到速度啊 ，KK 加速器这个月又有活动啊，大家可以关注啊，98块钱的年卡，没有搞加速器的朋友们可以搞一搞，好吧。哎，我这个咽喉炎给我搞得太难受了。对面已经在 B 附近有人了，我们赶紧跑到 B 附近守着，总有人头的，总有人头的，好吧。我觉得短时间内我可能还需要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可以快进一部分，快进掉，不然太久了。哎，不对劲，他们开始站点了，能看到炮塔。德国感觉是 M48 之类的，我操，我不太敢动了， M48 我打不穿，他应该没看到我吧，他看着我这方向，但他没扫，他应该没看到我，我们要怂一会儿了啊，如果想拿下这个人头，要能进水的图现在不多的，我要抓住这个机会，我不能浪费，守一会儿好吧，我们怂一会儿。哇，他不动了，他肯定是 M48，我觉得我的火炮砸不穿他，试一下吧，他也不动。对，看这个炮塔应该是 M48，对，中坦。怂着吧，怂着吧，引擎关掉不发声音啊，我就是水面上静止的一艘小驱逐舰。哎，他要走了，他要走的话我可以再往前挪一点。天上怎么全是飞机啊，听着。我们要往前一点吗？他好像退了，退了，我们再往前修正一下自己方向吧。我的目标是再往前挪一点，贴着这半边墙，然后如果有车要，比如说像豹一这种车，如果要有高速火化型冲壁了，我跟他说一下这边有一辆 M48， 我就在这守着，如果有车要从我面前过河的过桥的话，我觉得我可以打打侧面77的穿身，打打豹一应该是 OK 的，如果有那个RU251 这种也可以打，可以先不管引擎啊，如果听到有打掉这些啊。哦，这个后坐力还蛮强的，在水里开炮。哎，不行，开上来不行，我不要开上来，我要在水里。修正一下自己的方向，让左边的人要看不见我在水里，但是右边的人也不容易发现我。可以把这些挡视野的，哎呦哎呦，怎么在扫我呀，什么东西啊，这个如克萨 boy 为什么他会扫我呀，他为什么看得到我在水里啊，一般哪有飞机会，哎，来了来了，豹一来了，关引擎啊，来了，准备啊，先打他引擎，把他打停。我的状态只有3.几秒，还可以打到侧面。
一炮着火了，完了，他引擎没着火。哎呀，不会吧？角度太大了，打不穿了。哇，怎么一直有人扫我？这喷气怎么一直在扫我？他怎么那么执着？不行，我就忍着，我不动。我现在动我就完了。这暴衣不知道我从哪打他的，跟你说，他就在这个房子后面，我能听到。他现在应该在修啊，别把我舔死。这飞机好像舔的也不是很准，我到现在还是七个成员，一个都没死。看到了，他还在那儿。哎，前面的 M48 也过去了。哎呦，我的嗓子太疼了，还不是为了嫖给你们。我有一辆轻坦，还有，我想想，他开过去了，暴衣开过去了，哎，暴衣过去了，哎呀，我现在没开引擎，转得慢，哇，他还想用导弹打我，用火箭弹打我，哇，这个 Rooksa Boy 好坏呀，他会不会从这出来？我听声音太像的，他在这一块，我们赌一下好吧？说不定水上升拿上升就要拿到了。来了，他就在这条缝里面，他要出来的。听一听，对，他就在这中间。来了，要来了吗？来了，来，呜，升大杀身，我拿到了。水上升大杀神，我做到了。哎，瑞典小车哦，这个角度打不到，我太低了。他不会也从这过来吧？我们可以等一下。哦，做到了，哪怕我身患重疾，我也做到了。但是我没有办法太开心，因为我嗓子太哑了。哎呦，这个咽喉炎搞得我生不如死呀！好像还有什么车来了，我能听到有引擎声到我附近。还是那辆小车吗？还是那辆瑞典小车吗？在那个方向，但我看不到。我要不把这个栏杆打掉？在那个方向有引擎声，看不到人，但是刚刚我杀的那个暴衣复活了。对，有引擎声呀，但是我看不到人。打掉一个这个，卧槽，有人打我，为什么？从哪儿打的我呀？他怎么知道我在水上呀？没了，我被盯上了，我被导弹射击，他在那个房子后面，我看到了。哎，这个视频可以结束了，被盯上了，我死定了。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点个三连咯。